这就是你的房间。对啊。我刚才来不及收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这样才像男生的房间嘛。不是啊，我平常都把房间收得很整齐的。哦，怎么那么多铺满了？我就从小就很喜欢钱啊，然后存着存着就这么多了。真是个好习惯。就是嘛，以前哥还说我是守财奴，天天坑他的零钱嘞。好可爱哦。你喜欢哦？嗯，喜欢。那就送你啊，我八号拿去公司给你。你要送我？为什么？你对我这么好，我都还没有好好谢谢你。其实之前我工作都没有这么积极，但是这次和阿姨一起，才发现原来我想好好做好一件事的话，我还是办得到的。所以这个你就收下吧。但是这是你存了好久。嗯，没关系啊，阿姨，你不要想太多，你就当成是一个儿子送给母亲的礼物，回应母亲的温柔。其实里面也没有太多钱啊，你不要负担，就当成是我的心意。谢谢你让我感受到这份温柔。那我可以抱抱你吗？好啊。谢谢你今天过来陪我。谢什么啊？假日本来就是要陪家人啊，而且我可是未来的官家媳妇哎。那我妈还真有口福，可以吃到未来媳妇做的菜。哎，你赶快洗菜。对了，你姐现在状况怎么样？哦，她最近刚请假在家休息。身体有慢慢好转，心情也好多了。那就好。不过本来应该是我们要安慰他的，没想到他却做了早餐鼓励我们要振作。真不愧是梁静芬，真的很坚强。对了，那羽泉呢？他一定也很难过吧。他虽然表面看起来冷冷的，但他其实是一个重感情的人。我想，他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把自己的心情收拾好。那他还会跟我姐在一起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，羽泉他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，他也一定会为自己的决定负责。偷吃也不擦嘴啊！别浪费。我已经看到你未来的样子了，已经被晋升为成肥猪。有一种肥，叫做幸福肥，是你这种单身狗不懂的。不怕胖，我只怕胖了你不爱我。干嘛啦？静晨啊，想不到你年纪轻轻的厨艺这么好啊。没有啦，这些就只是一些简单的家常菜而已。来，我帮你夹得到鲜虾粉丝煲，是很伟做的哦。他记得你最爱吃这道，所以上网看了影片学的。哥，你怎么知道孙阿姨喜欢吃什么？就那天，恒伟不是说要请我吃饭吗？他问我喜欢吃什么，我告诉他的。哦，哥，你这么有心哦，该不会想跟我抢孙阿姨吧？对，整天孙阿姨、孙阿姨的挂在嘴边，我吃醋不行啊。你已经有进程了，还跟我抢孙阿姨，会不会太过分了？我才没有你那么幼稚，我这叫做心思细腻，啊，学着点。孙阿姨，你看，我从小就在我哥的淫威下长大，他坐在上级是哥哥压榨我。
你想清楚再说。我压榨你，你也不想一想你的铺满面有多少是我贡献的。对，那个铺满就是你奴役我的证据啊。好一只腿10块钱啊，帮洗送完我就给10块。哎，那你怎么不说你每次生日的时候敲我大笔的竹杠啊？我来，吃一只虾给你。你看，我有双眼帮我剥虾子。来，你也有。孙阿姨哦，大家都有，谢谢，我也有。孙阿姨，你总对大家都好，这样我一点都不特别了。好，好，好，你最乖，你再吃一只。我开玩笑的，你吃，这是我哥做给你吃。要不要帮你们三个人拍个照？去啊，去啊，快点，快点，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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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哥，快点过来！快点，快点，你去中间，亲密一点，靠近一点，抱紧一点，手搭上去，抱紧一点，脚开心一点，开心一点，对，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开心！再过一阵子，我就要离开了，下次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再见面。孙阿姨，等你下次回来，我可以空出时间陪你出去玩哦。是啊，阿姨，一定有机会的，不要忘记我们的约定哦。我一定会回来的。失而复得的珍宝都回到我身边。等等，是我妈，对不对？那是我儿子，那是我最爱的儿子，我的小儿子。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？我一定会想办法赶到他。不是这一句，我好想你。也不是这一句，最后一次机会了。啊？怎么会这样？啊！新娘子来喽！记者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爸爸妈妈永远是你的避风港。